What obstacles can one fa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w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is morning,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s held a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Experts from Australia, the UK, and Japan gave keynote speeches. Let's take a close look.活动主办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副主任张杰介绍说，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旨在帮助学生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沟通。中国有4亿多的这个学生在学习英语，但是人们还是在这个和国外和文化接触中发现了很多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也是能够推进像我们的一些学生英语学习者能够更好的这个接触国外文化，理解国外文化，然后能够更好的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著名应用语言学家英格利德教授做了题为《龙与美元：21世纪的跨文化交流》的主题演讲。他说，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交际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中西方因为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在跨文化交际时面临诸多困难。他们曾经做过试验，发现西方人面对一张亚洲面孔就会产生紧张感，从而引发沟通障碍。我们曾做过一个实验，非常有趣。面对同一个亚洲人时，一个通过电话，另一个通过视频。结果看到亚洲面孔的视频，我们的人就会非常紧张，无法沟通；而通过电话则非常顺畅。任何有效的沟通都需要文化上的理解，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刚刚也发布了白皮书，将中文列入中学课程，希望通过学习语言理解亚洲文化，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时的有效交流。会议以多元文化时代的跨文化认知、沟通与能力为主题，议题包括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教学、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商务与沟通、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武汉快讯报道。